刚刚就打算今天我明天如果今天还不好转，明天我就不要打电话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我就不要打电话你们，你们就把门关掉，不要开门，让我肯定快把婆婆送来，直接把我也把煤气摊子都抱过来，我不能活了，我真的不好，我不想活了，对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我不知道是怨这个社会还是怨政府，怨我自己，我不知道怨谁呀、啊！我弟弟吧，我人家爆炸了，我人家爆炸了，我真的受不了啊，老天爷！我真的这么想打人了，把那小人的大兵警开枪，一下把我打死算了。我精神崩溃了，我也。